躲山洞里面，还是甩不掉他们，真是卑鄙，居然利用这些战士们。找机会突围，破掉他操控的傀儡线，没问题。没完没了，你竟然又不能伤了他们。真正的操纵者应该是琼奇，他肯定就在附近。消灭他们，只要水之殿战士消失，说不定水元素皇殿的冰层也就消失了。小辉，上面啊！明白。莫莹，嘿，空岩斩！哎呀！到我了！嘿，呵。呀！爆破全流！只剩你了！哼！斩掉风炎斩！是！爆破全流！呀！你爸爸他从来没有真正醒来过。不，我不要！可恶的魔枪！阿姨，您带上小智和小关到安全的地方去。你所有的傀儡都没有了，现身吧！不愧是最出色的战士，不过每次都坏了计划。你们真的让我很不高兴，我会让你们后悔的。超新龙骑，让你们尝尝折磨我的后果。小智，阿莹，小辉，明白。浪涛翻滚，降临，笑浪击剑王。你重生，看整军破碎是战神。超新龙骑自我力，我焰然一神降临，我与你灭亡，我正义最敢攻的人。你火焰雷霆啸浪，大地暴风狂，你金刚不破障，黑暗一场再战，再悲欢不终极巅峰。为了天地攻击敌人，为了亡灵吃敌人，用尽本真我最亮。区区两个祭奠王也敢在我面前造次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万刃天珠，这能量也太离谱了吧。他在吸收大家的负面能量，恐惧、痛苦、怨恨，这些情绪全都会被吸收，化作他的能量。意思就是，大家越恐惧，他就会获得越多的能量。没错，这就是人类的本能。只要负面情绪不消失，你们永远都别想打败我。天刀。水之殿战士，跟你的朋友们说再见吧！不要！他们救不了教官，这一次
我一定要保护好小智他们。螳臂挡车，可笑。别忘了还有我，别顾着一个人耍帅，英雄可不能让你一个人全当了。我们要赶紧想办法把小智他们送出去，我将会随时对他们再次下手。嗯，而且他们在这里还会为穷奇不断提供能量。冰锥之击，再来多少次都一样。啊！我有办法了！冰雪飓风！小辉，李燕，嗯，看我的！甩开穷极了，莫莹。哎，又怎么了？应该是包裹着水元素黄电的冰层融化了，黄电已经被破了。难道是因为你？当年为了不让大家误会教官，我把一切都藏在心里。现在，可能水元素黄电感应到了这一切，所以冰层融化了。穷极想要击败你，估计也是打的这个主意。可恶，这么一来那块元素盒不就又落到他们手里了吗？对，不过这也没办法，要不是你、啊、我们都没办法脱身呢。莫莹，谢谢你。要歇就歇这家伙吧、啊、幸好他及时配合了我。天哪，你竟然跟我说谢谢，世界末日了。虽然出了点意外，但结果还是如我所想。主人，很快您就能再次复苏了。莫莹，你们马上就要回地心组织了吗？是的，我和莫莹马上就要回去了，也不知道阿星他们那边怎么样了，我们得过去跟他们会合。我调查了训练基地的资料库，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元素力量融合的资料，但我记得，教官曾经说过，只要几个人心意相通，就能发挥出非比寻常的力量。心意相通，莫莹哥哥，啊、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一直不是那样的人，却还是误会了你，对不起。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怪罪过任何人，我更加恨自己还不够强。没办法保护到教官，小智，以后教官和训练基地就交由你来守护了，能做到吗？莫莹哥哥，我会守护好这里，就像你一样。耀辉，莫莹，马上前往龙溪森林，阿星他们失去了联系。嘿嘿嘿嘿。
是我朋友吗？为什么要生气呢？你骗了我！你这个可恶的魔将，快把那些种子收回去！不是朋友，就是敌人了。很强大，我们一起上，一进。好吃，好吃！你吃我！还给你们！小心，他能吸收招式能量。利用这股能量来对付我们。不愧是能吞噬万物的魔将，饕餮。可恶！龙息三连，不！阿星，你怎么了？我的力量在慢慢减弱。龙息之术被污染了，只要龙息之术枯萎，无元素防焰就会崩溃，元素核就是穷奇大人的了。电光石火，可恶的小虫子。
阿星。哥哥。阿星。哥哥。没错，是我在召唤你。拥有旺盛生命之力，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，我一直在等的就是你呀。哥哥，我会变成怎么样？哥哥，我能像你一样发出人类的语言。准备好接受这股力量了吗？这是新一任的土之殿战士，以后就是超星盟旗的一员了。哇，你看起来很有趣，很厉害的样子。欢迎你。我叫阿星，弟弟。无法保护龙溪森林，无法保护伙伴们，甚至再也无法说出人类的语言。这样的我还有资格成为土之殿战士吗？快把阿星还给我们。阿星，阿星，快回应一下我们呀。阿星，阿星，快回应一下我们。双链锁，爱神的虫子都滚蛋。阿星，快回应一下我们。爹爹，好机会！电光石火！还给你们！别放！真是不堪一击，看到了。阿星，就算多渺小，生命都是一样宝贵的。终于来了！破裂星空，雷动狂，我看看谁胆子这么大，敢动我的同伴！有鬼莫迎！在饕餮肚子里面。超星龙骑，武道变身，大力放狂，以金刚不破战，黑暗即将再战，再被困不转起点王。为了一光一闪，我们信仰中。浩瀚巨浪，水电铠，水之电战士。黑暗电电开，电之电战士，阿星还给我们！呀！让人讨厌的小虫子真多。
哎，莫影，我们把他引到一边去。保护川流。小文子炮，莫影小心！浪潮翻滚，敌神降临，笑浪狮帝王。火焰燃尽，一神降临，我云巨帝王。笑浪巨帝王。云机电王，我们的同伴一个都不能少。火焰莫影，冰雪剑锋，还能战斗吗？超级龙骑舞动变身，大地震颤，古电开，古之电战士眼如磐石，一神降临，大地极电王。大地重锤。阿星，阿星，你真的很不乖。饕餮，把他们统统打败，他不就乖乖跟你走了吗？是个好办法，浑身进口。火焰，有我在，你别想搞偷袭这种小花招。我也想保护你们，保护整个龙栖森林。因为我的魔性污染，怎么还能恢复说话的能力？你应该跟我一样才对。我才跟你不一样。我是阿星，拥有属于我的家园，我的伙伴，我需要他们，他们也需要着我。阿星，我们感应到了元素的召唤，元素融合，
重甲涅槃，深渊巨神。说过的心意相通的力量，深渊巨神回应了阿星想要保护大家的力量。这下糟糕了，又让他们领悟了元素融合的力量，雄奇大人一定会很生气。越强大我越兴奋，让我看看你们的实力。别躲呀，往左有什么意思？往这里找。能量消耗太严重，必须要速战速决。呀，让你感受一下深渊巨神的实力。呀，要带我一起玩喽！冰焰之刃，不要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。龙息之术！五元素核终于出现了，我们赶紧带回去交给穷奇大人。好棒，下次再陪你们玩吧。给我回来！竟然毁掉了龙息之术，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消失吧。最后我还是没有保护好他，连元素核也，我是最没用的电战士。魔气竟然都消失了，看来你的大地能量驱除了这里的魔气。没事的，只要我们把元素核抢回来，没准龙息之术就能复活了呢。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元素核哪儿去了。是齐恒，他把元素核带走了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都不知道晶之殿战士的真正目的是什么。他曾经救了我跟阿星好几次，可是他又喜欢跟超星龙骑作对，这次还抢走了元素核。我在很早之前曾经见过他。我总感觉齐恒有点怪怪的，他一定是他一定是拥有预知能力，总是能先一步知道魔将的行动。你怎么确定啊？嘿，就凭我炼之殿战士那强大的第六感。所谓的第六感不过是大脑在恶作剧，就像你的乌鸦嘴那样。你哎呀，别吵了，想想看，深渊巨神和裂空战神那么厉害，无论是齐恒还是魔将都不用怕。你们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元素融合的方法？大概是默契吧。默契？就你跟末影？这不是我说的，是冰河基地一个战士告诉我们的。龙息之术我会继续跟他们一起守护好龙息森林，守护好地星的。把元素核交出来吧。你在逃什么呢？反正你也逃不掉。一起来玩吧。
可恶！人呢？快追，不然穷奇大人又要生气了。我刚听到爆炸声了，大家快过来！声音是这边传过来的。嗯，嗯哼，前面发现了对战痕迹。你看，魔将和齐恒一定也来过这里。嗯，大家分开搜索，无论找到谁，都要马上通知其他人。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如此，只能怨自己还不够强大吧。你跟我也算是同病相怜，算你走运吧。还好伤口不深，危险还没过去呢，看那两头狼的样子是不会那么容易罢休的，不过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我还没有能力救下所有人，但如果连你都救不了，那我也太没用了。这么快就追过来了，胆子不小嘛。超星龙骑武斗变身，千军凝聚，金殿铠，金之殿战士，黄昏，去！别再来了，下次就不客气了。这动静，难道魔将发现我了？这是狼王，把小鹿放下。可以老实点了吧？来教你怎么做只乖乖狼。好大的力气。走吧，远离这里，回到你的族群里去。这家伙。在干什么？快帮忙啊！
到你的地盘去。要杀了他，对你来说很容易吧？为什么不出手？哼，无论是人的生命还是动物的生命，都是同样平等珍贵的。狩猎只是他们的生存本能而已。再说，你不也放了他一马吗？不要再跟着我，我对人类可没那么客气。我都看到了，你为了救那只麋鹿，差点连命都丢了。证明你的内心是善良的。你抢夺元素盒，一定有你的原因。或者，你可以选择加入我们，有问题我们一起解决啊。耀辉啊耀辉，真希望你这种天真能一直保持下去。铁甲金身，机神降临，金刚机械王。机电王，我只是要告诉你，未来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。火焰燃尽，机神降临，火云机电王。你要找的应该是他，他刚才已经从我手上抢走了元素盒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跟他打起来啊。那你把元素盒交出来吧。抱歉。只有你这家伙，火焰！还给你！等，什么叫元素盒在我这里？傻小子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召唤出金刚机电王，就是想把饕餮引过来，好让自己脱身的。耀辉，快认清事实吧，你是没办法拯救所有人的。这次就算我给你的教训。你这个老六，给我回来！我交出元素盒。耀辉，撑住啊！可恶的饕餮，起立！虫子又跑出来了！饕餮，回来！小矮子，我会让你们吃尽苦头的。什么？幸好你们赶到了。齐恒那家伙竟然就这么丢下我跑了，太不讲义气了。他那种人会跟你讲义气吗？或许他真的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。为什么要我回来？我能把元素盒抢回来的。元素盒依然在金之殿战士手上。他又骗了我们，那我继续追。不必了，我已经知道他要去的地方。再次升级，果然在。
级的人，元素核就在他身上，要不我去把他抓住。再等一等，或许还有意外的惊喜。金刚功，金元素皇殿在废墟之中，怪不得我们一直找不到。你们一直跟踪我，是我大意了。我要感谢你替我们找到了两颗元素核，金之殿战士。交出元素核，不然把你也吃进我的肚子里哦！超星龙骑武斗变身，千钧凝聚，金变铠。金之殿战士，金色黄昏，去哪里呀？我的美食，最讨厌有人打扰我吃饭了！你气死我了！打不去吧！天下金身，七神降临，金刚金剑王。闪耀剑雨，把你击倒，才能顺利拿到元素核了。哎，快躲开！万刃天珠！攻击太强。再这样下去，机甲承受不住了。你带上我一起玩呗！住手！快住手！不堪一击。必须要拿到。哎呀！为了拿到元素核，竟受如此重伤，值得。只要能打败你们这群魔物，一切都值得。
存。都这种时候了，还要垂死挣扎，你们人类真是一种奇妙的生物。与其被抢走，还不如把元素核的能量全部融入我体内。不好，饕餮，快吞下他，带他见虚无大人。好痛啊！这股气息好熟悉，我感应到了，身上充满强大的力量。怎么会？什么？通缉大人，原来这就是元素核的力量，我终于变强大，可以消灭魔将，消灭那个虚无了。原来你的目的是要消灭我啊！感谢你让我暂时拥有了身体。虚无啊！这是哪里啊？这些都是记忆。没错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能待在这个意识空间了。你的身体将由我来掌管。虚无。什么话说？穷奇饕餮，主人，虚无大人，你已经得到了新躯体。区区人类躯体，如何能承受人的能量？这扇镜子能通向金之殿战士的记忆世界，你们进去将他们意志彻底击毁，这样才能让元素核脱离他的身体。遵命。来得正好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无尽的黑暗与毁灭。不要，我不要再回想起这些痛苦的回忆了。金刚祭奠王，你的身体已经被虚无占据了。我一直尝试将元素核的能量归为己用，这样就可以对抗那些魔将和虚无。原来我还是像最初那样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不，你只是还未知道你真正的力量。就像那几个电战士一样。齐恒，回到你的意识空间去，你必须夺回自己的身体。这样，你才会拥有不一样的未来。大家别慌张，快躲到安全区去。妈妈，我要妈妈。渺小的人类，我大狂叫。
小心！没事的，你和妈妈都会安全的。这就来救你，坚持住！你动啊，动一动啊！这里还躲着一个呀！可恶！要是我能再强大一点，就能保护这座城市了。纵使身形渺小，却值得敬佩。我将成全你，以元素之心为誓，以钢铁之躯为证。从此刻起，你就是金元素能量的继承者。好好利用这股力量，去守护这世间万物吧。拥有了这股力量，我就能保护大家，保护这座城市了吗？从现在起，你就是金之殿战士，不仅要保护世界，更要肩负起守护元素核的重任。超星龙旗，武斗变身，千军凝聚，金殿铠。金之殿战士。原来藏在这里，我的元素核！住手！这股力量是为了守护这座城市而存在的。不，谁也不能夺取这股力量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任何人能阻止天地间最强大的虚无复苏。欢迎加入！欢迎！未来早已注定，得到所有元素和能量的我即将复苏，别做无谓的挣扎了，人类。难道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虚无复活吗？不，金色黄昏。既然集合所有电战士的力量都打败不了你，那就将所有的能量汇聚在我身上。如果由我来获取所有元素核的能量，这样未来是否就会改变？啊！原来来到了这个记忆空间啊！六年前金氏灭亡的时刻，我记得也是在这里，金之殿战士获得了金元素力量。龙骑大人，看来这是最让金之殿战士深刻与痛苦的一段记忆呢。找到他，我们要在这个记忆世界彻底击溃他，将元素核剥离出来。
魔将。啊，一只迷路的小虫子。可恶的魔将。啊，一个人多无聊，让我来陪你玩玩。的事情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哎呀，又让他逃了。不用担心，他还会再回到这里的。一切都逃不出虚无大人的手掌心。刚刚那是六年前的记忆，记起来了，就是那个时候，我通过虚无看到了未来，才决定把元素核用到自己的身上。那时我天真的以为，只要得到元素核就能变得更强。可是现在，不但没有变强，身体还被虚无控制，魔将依旧毁掉一个又一个的地方，真是讽刺。这就是虚无的目的，这些记忆碎片是为了击溃你的意志，将你完全吞噬。这六年来你不惜承受着背叛者的骂名，就这样认输了吗？我已经做到了全部能够做到的了，未来仍然没有丝毫改变。怎么会出现在那个记忆世界？明明，即使他们并未完全信任你，也从没放弃过寻找你。一群笨蛋！你要相信，你所做的已经改变了未来的轨迹，不放弃就是最强的力量。最强的力量。强大的魔气就是从里面发出来的，给给，一定是魔将，西河有危险，快进去。西河，你没事吧？啊，西河，你干什么？他根本不是西河，他是虚无。不用着急，我这就送你们进去，找禁之殿战士。叶辉，
你这家伙竟敢！幸好及时清醒过来，不然……但如果不趁现在带走元素核，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可是……醒醒啊，妖辉！你不进入记忆空间将他们唤醒，他们就会被困在那里，永远消失。哟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电战士吗？姬恒这家伙到底在哪里？还有，我们不是在金元素遗址吗？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这里并非我们刚刚所在的地方，看起来似乎是另一个空间。啊？什么地方？什么空间？总之，这里不是我们应该在的真实空间，要想办法出去。啊！主人，他就是虚无。管他虚无还是实无，我绝不原谅毁掉龙息之术的家伙。火焰机枪！这里是主人建造的记忆空间，凭你们这样的攻击，根本不会对主人造成丝毫影响。那就用土元素力量来对付他。大地震颤，土电铠，怎么回事？我们运用不了元素力量。他说的记忆空间是……这里的一切都是齐恒曾经经历过的，虚无根据齐恒的记忆创造了这个世界。使用不了元素力量了吗？好像更好玩了呢。叶枫小姐！相框，你干什么？这只是过去的记忆重现，即使你现在救了他，也是……我们刚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看见齐和拼了命的想要救这个女孩。小心！也许这个女孩，这里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很重要。我就说她不是坏人，哪个人会为了救一个小女孩，救一只麋鹿连命都不要了？也许她抢夺元素核，是为了不让姬氏变成现在这样。哥哥，要是我也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龙息森林的。有什么话，留着下辈子再说吧。是他们救的你吗？以前只有我一个救不了你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顶不住了！超星龙骑武斗变身。天虚凝聚金电铠，金巨电战士，我来帮你们。好，下。齐恒，齐恒，你这家伙终于出现了。这里是虚无创建的世界，但也是我的记忆世界，它能限制你们变身啊，我也同样能解除。超级龙骑武斗变身。武电铠，武之电战士，现在到我们反击了。金之电战士，你重夺身体本可以一走了之，
竟然会为了救他而回来，真是愚昧。不，我是为了打败你。如今我拥有两颗元素核，而你只是没有实体的意识。放肆！虚无主人的力量能驾驭得住吗？那就试试吧。烟鬼长驱，机械的降临。空战，暴风机电王，金刚机电王，雷霆机电王，你们尽量用远程攻击牵制他。明白。嘿，闪耀剑雨。往哪儿看呢？对，电光石火。不许对神奇大人无礼。你的对手是我们。大地之花。冰雪飓风，火焰，白雪巨头，就是这招，还给你们！不行，必须得元素融合才能对付他。元素融合，庞大无比的力量，万刃天珠，太结束了，天刀，什么？万刃天珠。为什么重新的力量会瞬间增强？这只是虚无的一小部分能力，现在的他还不是完全体，等到他完全复苏的时候。你，可恶，接下来就是你们了。天刀，超星龙袭，毁灭吧。不好，他的目标是药灰。
了。小心！唐云！可恶！超星龙骑，武道变身，燃尽黑暗，剑剑开。剑之殿战士，小灰泥，单体机电王根本不是穷奇的对手，如今还有希望击倒他的，只有裂空战神了。火焰燃尽，一神降临。火云机电王，耀辉，你体内的元素能量已经所剩无几，这样还要强行把我召唤出来，真是头铁啊。我绝不会就这样看着伙伴们被击溃。不愧是你，不愧是我选中的继承者。伙伴们，为了守护这个星球，跟我一起再燃烧一次吧。元素融合，巨甲飞行，裂空战为一体，裂空战神，所有的黑暗终将被光明驱散。什么？差点真的被你们击倒了，可惜。啊！小心！又是这招，为什么他的能量好像一直用不完？难道真的没办法打败他吗？可恶！哼哼，只要虚无主人还在，这个空间还在，你们就永远打不倒我。万刃天珠，他说的没错，只要这个记忆世界还在，所有人都无法脱离。那只要虚无消失就好了，只要借助我的记忆创造了这个空间的虚无消失。想逃去哪儿啊？小心！毁灭吧！金色黄昏，给我消失吧！你敢？住手！那家伙想干什么？只要我和虚无同时消失，这个世界便会瓦解，所有人都会得救。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，人类！既然这样，你就彻底消失吧。你，这是，不，休息。
想再一次镇压我？我们从这个记忆空间出来了，给给，西恒，超型龙骑，这么快又见面了，元素核，到手了，西恒，我们的力量已经不能继续对战下去了，必须撤离。雷光弹！啊！雄骑大人，那几个家伙又逃了。没关系，有什么比虚无大人苏醒更重要的？大家别慌张，快躲到安全区去！动啊，动一动啊！拥有了这股力量，我就能保护大家，保护这座城市了吗？哎，他所做的一切，只不过是想保护这个城市罢了。他应该没事，只是耗尽了所有力量，暂时昏迷了过去。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先回地心组织，五颗元素核都被夺走，必须先向执行长汇报。啊，对对对，执行长调查了虚无这么久，一定准备了 B 方案，没有 B 方案，也会有 CD 方案，总该有办法的吧？虚无大人，我们抢到元素核了。这就是水、土、金皇殿里的元素核。我感受到了里面蕴含的强大能量。主人的东西，你也敢窥伺？快把元素核给我！快！已经感受到了我的力量在渐渐恢复，做得不错，穷奇。这是属下的荣幸。最后一颗元素核必须尽快夺回来，我不允许任何意外出现。放心吧，主人，很快整个地星都会完全沦陷。休想再一次镇压我！齐恒，怎么了？你做噩梦了吗？给给，要不要吃根香蕉定定惊啊？现在是吃香蕉的时候吗？不吃就不吃。这里是地心组织。你昏迷了三天，所以我们把你带了回来。放心吧，你现在很安全。虚无已经得到了五颗元素核，很快所有人都将陷入末日危机中，除非能找到那个。你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快躺下。不行，我要去找第七皇殿。第七皇殿？第七皇殿？明明只有六座皇殿，哪来的第七皇殿？确实有第七皇殿，
齐恒，自从你昏迷后就不停说着地西皇殿，回来后我就报告了执行长，并且去查看相关古籍。多年前六位元素战士拼死对抗虚无，力量即将耗尽了，危机关头他们召唤出第七皇殿，将他的身体化成六颗元素核，镇压了虚无。对，这正是我在梦中看到的情景。原来第七皇殿真的存在，虚无已经集齐了五颗元素核，现在他的力量已经无法估量，即便是裂空战神和深渊巨神出手，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。要打败他只有一个办法，找到第七皇殿。可是地形那么大，要去哪里找呢？我知道，这还要感谢虚无让我看到。主人为何如此痛苦？我能感应到第七皇殿即将现世。啊，第七皇殿，难道是当初将主人主人放心，属下绝不让历史重现。不要让我失望。是，魔兽听令，找到第七皇殿并将其毁掉。天豪，你确定第七皇殿在这里？可这里只有断岩和沙石啊。你变，我从虚无记忆里看到的第七皇殿就在这里，至于具体位置就不知道了。这不相当于大海，不，沙海捞针吗？啊，疼！与其在这里说丧气话，还不如赶快去找。哼，别吵了。也许第七皇殿和其他皇殿一样，也被元素力量隐藏了。我们快变身，借助元素力量找到他。超级龙骑，武斗变身。天之剑下，天剑开，风之剑战士，武之剑战士，剑之剑战士，金之剑战士，雷之剑战士，水之剑战士。我到空中去看看。嗯，也许第七皇殿藏在地底呢。嗯，原始重锤。黑乎乎的，什么都看不清。哼，看我的！等等，轰岩炮！啊！呀！呀！呀！耀辉，你是不是没带脑子啊？难道不知道地底可能有可燃性气体吗？对，看过了，四周除了一些枯木，还有隐藏着一条地下水源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火元素标志，怎么会在这片沙漠花海里呢？看，有反应。这里有开启第七皇殿的机关，其他地方应该也有同样的设备。大家在四处找找元素标志。这就是我在梦中看到的第七皇殿。快进去看看。齐大人命令毁掉第七皇殿，叫剑云，高气压回旋，轰岩炮。要不我们来比一比，谁先击倒魔兽？必须是我的。雷光弹，看我的火焰锤。他们是跟着我们找过来的，必须要把他们打败。
不能让他们把信息带回去。收到。被吸住了。雷霆啊！爆火蛇流。谢谢，胜利了。现在说胜利太早了，按照惯例。你这个乌鸦嘴的冰棍。各位，让这群魔兽见识一下六大元素电王齐聚的威力吧。好。天元斩气，一人降临，暴风极剑王，雷霆极剑王，金刚极剑王，大地极剑王，小浪极剑王，火云极剑王，该我们上场了。好快！风刃斩，小辉，没事吧？看到你了，闪耀剑云。莫莹，我来救你们，我来帮你们。火焰和雷霆审判，不能分开作战，必须联合起来对付他们。真狡猾。我们把岩石全打碎，看他怎么躲。好主意。打你去啊。雷霆审判。搞定一只。大地极剑王不受控制。雷霆极剑王也是。快想想办法。去让他看看我们的力量。好。该我了！御风玄武，呀！冰雪飓风。怎么混？耶！按照惯例，魔兽彻底被打败了，哈哈！按照惯例，更厉害的角色要登场了。啊！怎么回事啊？魔气，大家小心！答对了。四魔将，可恶，还是被他们发现了这里。巨石护卫，趁现在召唤极剑王。龙腾飞腾，极剑降临，暴风极剑王。苍穹暴风极剑王，剑光剑破，
雷霆机电王，铁甲金身，金刚机电王，坚如磐石，大地机电王，浪潮翻滚，笑浪机电王，火焰燃尽，火云机电王。又是魔气，大家小心！啊，又跑哪儿去了？他们的目标是第七皇殿，这四个家伙交给裂空战神来对付。莫友，你们守好第七皇殿入口。可是这些黑雾有些古怪。哼，魔家想利用这些雾来困住我们，趁机攻击第七皇殿。放心，交给裂空战神吧。哼，好，你们小心，我们走。哼。准备好大干一场了吗？元素如何？巨甲之极，裂空战神。机电王，你以为能打得过四魔将吗？在这里，是分身。不管来多少分身，我都会把他们砸烂。看上面啊，千刀万剐。啊，好险！小心后面！抓住你了！不要被他们同时缠上，一个个解决。飞到空中，空中才是我们的主场。不再是了，快躲开！你们不会以为真的能从我们手中逃掉吧？裂空战神，月落修罗之浪就是现在，烈焰宣言，这是把四魔将都消灭了吗？好像是真的，他们真的消失了。等等，总感觉哪里怪怪的，四魔将这么容易就能被打败？嘿嘿，祥华，你自信一点，这就是裂空战神的实力。不对，魔气，魔气还在。混沌，难道这是个幻象空间？恐怕魔气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被困在里面了。由始至终，这里只有混沌一个，一切都是他制造出来的幻影。啊！怎么可能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末影他们……既然被你们看破了。不过太晚了，别再找你们的小伙伴吧，别担心，今天你们谁也活不了。阿星，冰之右心，吞噬巨炮，还原你，快躲开！
墨月，西恒，啊，我饶不了你！两位，别冲动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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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欢迎回来，混沌的幻象空间好玩吗？区区六个元素祭典王，还妄想与穷奇大人为敌？放开他们！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冲动好。哈哈哈！诺亚、阿星、齐恒。你们好像把我忘记了哦。当初就是这座皇殿镇压着主人，天刀，那就让它彻底毁掉吧。主人的复活是注定的，任何人都阻止不了。爆红剑，只要还有一次机会，你们就休想得逞。既然你们想玩，那就让你们再试试更好玩的吧。我们的手脚都被他的魔气控制住了。肥皮，好玩好玩。穷奇大人，就让他们互相攻击好了，我好想知道谁更厉害。真是个好主意，快躲开。是时候让他们消失了。我不要啊。保护车流。真想不到啊，你竟然能挣破魔气的控制。我拖住他们，你们快走，一个也跑不了。快走啊，不然来不及了。可是你相信他。冰锥射击。穷奇大人，那个别急，接下来还有更好玩的。第七皇殿没了，连墨影也被他们捉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如果我们没走，是不是就能救下墨影？我拖住他们，你们快走。可是你快走啊，不然来不及了。啊呀，就算我们留下，也不是四魔将的对手。可我们是同伴啊，怎么能丢下他？墨影一开始也说了，那些黑雾有古怪，我们应该相信他的。这是我做的决定，你们想怪就怪我吧。没人要怪你，大家只是担心墨影。是我做的选择，我会负起责任的。姚辉，不要赌气，冷静一点。那是
奇大人有令，夺取最后一颗元素核。可恶，他认不出我们了。苍鹰龙骑，武斗变身。知道了，叶枫他们不是故意这么说的，你别生气。我没有生气，我知道大家很焦急，也并没有生气，我只是恨自己不够强，还远远不够。快走啊，不然来不及了。一个也跑不了。我终于明白了那个冷冰凤的心情，原来能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是这么难的。要会，我不需要安慰，我做不到莫影那样，不代表我会放弃。只要我变得够强大，一定能救回莫影。我说过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的。臭小子，你终于长大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们在这里？快，敌人出现了！莫影，金锤射击！不愧是王牌战士，确实很难对付呢。有辉，你这家伙，总算赶到了。我们可是一伙的，怎么能分开呢？超级红旗，武斗变身。之电战士，燃起黑暗，电电开，电之电战士，我说过会负起责任的。哼，看到了，斩断那根傀儡线，就能将莫影从控制中解救出来。斩掉红颜斩！对不起了，莫影。金色黄昏，爆破传流！徐红，你没事吧？这家伙下手是真不留情了。难道元素核与末影，我们只能二选一吗？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呀，醒来吧，莫影！啊！元素核，怎么动不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失败了。莫影利用魔气把大家都困住了，可我明明斩断了傀儡丝。你们看，真是既感人又精彩的一出好戏呀、啊！重启大人，元素核已夺取。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
不要给他！不赢！你这家伙，快醒醒啊！从来没有人能正面我的傀儡线，就算是电的战士也不行。六颗元素核已经夺取，所有能量已经聚齐，听从我们的召唤，请苏醒吧，虚无大人。吞噬的并非真正的元素核，而是能量抑制器，虽然不能消灭你，却能削弱你的能量。狡猾的人类，主人，怎么回事？你难道已经摆脱了控制？那个家伙这么努力救我，我总不能让他白忙一场吧。不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啊，醒来吧，莫邪！嘿嘿，我就说，怎么会失败嘛？喂，冷冰棍，快谢谢我吧！就算不砍断傀儡线，执行长的计划也会进行。啊？什么计划？知道末影被穷奇控制后，我就猜到他会被利用来夺取元素核，所以早就把元素核换成了能量抑制器。你们都知道？当然。你们其实很弱小，也竭尽全力挣扎，真是让我敬佩。不过到此为止了，赐我降世令，让这些人类永久消失吧。遵命。